因为跟大家讲清楚，咱们是在第一排看的，如果您在后场的话就不是这个音响效果，因为我在第一排音响效果很稍微有点炸裂啊，宝贝。回到万州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因为我这回来就像回到家一样嘛，然后见到所有的家人，然后都非常的开心。然后你们冷吗？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见到你们我也非常开心。是的，提莫呢，作为我们万州人哈，我看了你的微博，你说你最想回到家里边吃的第一顿是火锅，你说的是火锅，火锅对，大烤鱼。我们肯定是全国闻名嘛，那这一次回来有没有吃火锅？有，确实我回来的第一顿就是吃的火锅，吃的火锅哈，对，那就在万达后面。我知道那一家，上次我去偶遇你了。是吗？是吗？非常的好吃。其实，在万州的话，我觉得是大街小巷，无论哪一家火锅店都非常的好吃，因为味道都是非常的正宗的，跟外地吃到的真的不一样。是的，所以回来一定要吃很多万州美食小吃。是的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想让您推荐万州，好不好？在全国各地都是万州各地的文旅推荐，我觉得您作为我们万州最知名的一位艺人之一，获奖获奖，只有您最知名哈，特别棒，推荐一下我们万州，好吧？来讲。那万州推荐的，那我这一天都说不完了，我感觉像万州的美食，还有美景，然后还有就是逛街的地方都非常的多。像我觉得就是非常美的地方，就是像。滨江路那条街啊，就非常适合像年轻人呐、或者是约会呀、就是休闲的一个散步的一个地方。像大家吃完饭呀，或者是逛完街，就在滨江路走一走，非常的惬意。是。然后像美食的话，我自己是非常推荐第一个就是万州的烤鱼。对。这个是全国各地都知道的。万州出的万州烤鱼，那个味道起码有几十种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换着花样吃，并且它我们的烤法就是现烤。他是外地的那种，因为我在外地吃过，感觉真的，安利不仅仅是歌唱的哈，也是一个美食专家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的问题不耽误大家了，但是最后占用大家三秒钟，我们拍张请人大合照可以吗？拍照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一起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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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朋友们拿出荧光棒好不好？来，围过去来，一起合照喽！来，一二三，耶！开心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舞台交给你。哦，好的，这么赶吗？我感觉我的美食还没推荐完呢。哎，万州炸酱面哈，非常的好吃。行，那么，哎 ，hello， 老乡好啊，美女，好多美女帅哥哟，现场。万州啊，确实是一个出美女出帅哥的地方哈，所以出了我是不？好的，第二首歌呢是非常。温馨的一首歌，然后呢，因为刚刚佛系少女嘛，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听过。第二首歌呢，也是我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流云与风》，正好伴着今晚，就是小小的微风，非常惬意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。因为你一定会出现在我的世界，温柔的花四季，听不夜深的风轻，握着你眼睛，地球失去心，我只想带你去，不因宇宙飞行，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秘密，为你抵挡世界的星星。
命宇宙飞行，是我一生唯一的意义，唯一抵挡时间的奇迹。流云与不相遇，化作一场雨，而我跋涉千万里，只为与你肩并。你听我写下的重重尘埃，四季和星空有你的消息。流云和不相遇，化作一场雨，而我就像枫叶前。大家可以来万州来品尝一下。然后呢，第三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，一首电音歌曲，叫做《玻璃糖》，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都能甜甜蜜蜜每天。
们的万州演唱会来了好多的朋友啊，在这里呢，提莫祝大家提前新年快乐哟，希望大家开心每一天。是不是很多的学生朋友也都放假了呀？有没有在场的，有没有学生？有吗？有的说有。哇，这么多同学都放假了呀，真好，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啊，非常羡慕。很多还有很多，其实我也现场就是有很多认识我然后我认识的朋友，因为万州嘛，我感觉都是亲朋好友，都是老乡，都非常的亲切，然后也都坐在下面听我唱歌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在这里给你们唱歌呢也是我的荣幸。然后最后一首歌呢是在抖音上也非常火的一首手术，应该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非常喜欢，叫做左手，送给大家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。点点赞，兄弟们。对，冯提莫，等会儿还有萧敬腾、齐秦。好的，谢谢各位朋友们，在